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，当你的身边开始有另一个人存在，我很心安，庆幸你人生的后来没那么埋汰，比起我来如此的精彩。谁赢或谁输，看当时的状态，感情的世界不用去比赛，任何人投入起来都像是一个小孩，不用太奇怪，在流逝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，好像那时我真的像是成了桥的妖怪，跑得飞快，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，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，当时的遗憾在回忆肆虐的某些时段重新打开，咱干嘛非得这样啊？这样不行吗？到时候什么金茂的师姐、季科的学妹都在那坐着，相距不过三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你要是胆子大点，还能上去加个微信啥的啊？真的吗？那可不，我还骗你吗？那我看学妹。业绩的达成情况就是这样。下面说一下昨天店铺新品的陈列情况。水杯风扇的陈列基本已经完成，书单陈列完成。下面就是玩具区的大部分泡沫粒子还没有完成新品的陈列主要位置。那么我们今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要把所有的泡沫粒子摆放到第一展台。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好，一二三，加油。学妹你好，好，来，请问你要点些什么？你好，给我来杯冰可乐。冰？哦，抱歉，那个没有了。那给我来杯冰红茶吧。哦，实在抱歉，那个也没有了。嗯，没事，谢谢啊。那我可以暂时先不点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咱这水吧，也算是风生水起的吧？啊？你还真的以为他们是按你的水吧的？啊？你自己看看。不是，你们说他这是图啥呀？你自己的名声你不知道吗？我就是知道，所以我才不做，才让你们去做呀。你的名声太臭，我们的智慧拯救不了。就拯救不了，就不用拯救了，你就让它臭着吧。哎，我说你俩明天既要考试，你俩不准备准备啊？着什么急啊？晚上再说呀。就是，这不还要补考吗？再说了，你都挂四科了，你好意思说我们？我。行。哎，他看我了。哎，那是我。看我呢？
听说了没？咱们公司好像被收购了。前几天我才听李姐小道消息了一下，好像没有这么。哇，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羡慕你，保研名单里有你，我可真为……小声点，这是图书馆呢。不是，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啊？我早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，你都不跟我说，我看见了可是第一时间就来告诉你了。你可真厉害，你是我们宿舍的骄傲，最棒的。哎。你一个小宅女，今天怎么来图书馆了？我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嘛，向你看齐。好吧，你好好学习，我先过去了。行，那我再挑挑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子我占了。我一直坐这儿的。那我一小时前就站这儿了。亚楠，你坐下。怎么回事啊？学渣还抢起学霸的座位了？谁说这座位这是他的啦？上面写他名字啦。有啊，看见了吧？这个座位就是我们亚楠的。人家已经在这儿坐了三年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学渣退散吧。都保研了还这么用心，脑子有病。学霸的世界你哪懂？亚楠，你好好看书，有我在这给你看着，你放心。你怎么不看书啊？别删了。快点，精神点。
要再听你的，这跟你急。行，曹鹏回来。你这不跳的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还不是为了我的水吧？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，我们都要积极参加，跟你有毛关系？你找到我早就好了。我好歹也是一社之前社长，好不好？这叫资源整合，积累潜在客户。水吧里面喝奶茶不成？那没准。大周末的拉着我们给你丢人现眼干嘛？你们有没有点爱心啊？这叫社会责任心，好不好？企业文化，你可拉倒吧！这里弄了仓库，也叫企业？那是车库精神，好吗？你看台下爷爷奶奶们笑得多高兴啊！这种事情，下次别让我来。店长啊，陌生你的小招妖精，走吧。哎，一二三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让一下，谢谢。快走。麻烦去那边忙不过来了，一会儿支援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老总，加油！兄弟啊，其他地方都弄好了，油箱板筋也板好了，就差喷漆了。要么你进去攒一眼。算了，就这么看吧，不细看了，心疼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这种心情我太懂了。那我先去弄了哦。嗯，放心，我会很温柔。辛苦了，老板。没事。搞定了，嗯，那公司事情不用我处理了，不用了，谢谢张叔叔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小秦总经理，以后公司事情我就不管了啊。嗯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饿死了，快吃吧，我们去替班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一大点累啊，我是不行了。今年开门节怎么这么多顾客呀？以前不这样吗？没差呀，小莫每次都这么说。哎，你在咱们店工作多少年了？嗯，和某马店同岁吧。哇塞，前辈，受晚辈一拜，提升吧。收到，收到，走了。慢，等会儿。嗯，看看去吧。弄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老板，客气。怎么样？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
哎呀，还是这机器好。你看看，之前伤得那么重，我这么一修就跟新的一样。不像女人，一受伤啊就完喽。情场高手啊。小婉，阿姨，来一份一样的。好嘞。小婉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想要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。回来啦，谢谢阿姨。回来就好。哥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我罚你买单，惩罚你。好。慢着啊，有空过来啊。好。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好怀念这个地方，云哲哥。嗯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嗯，叔叔阿姨还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吴云哲同学，明天记得来上班。嗯，我是你上司了。你不是躲吗？那我就天天坐在你对面。哼。哎。哎，小心小心！放放放，来来来！哎，我这干嘛？不行不行，没事，胳膊不行不行，你医术还没好呢，不能看看人家。没关系，这才叫幸福啊！不求富贵在天，只求忙的时候啊，有人帮帮忙。啊，我来帮忙帮忙。行，不行，你的手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搭把手啊！行了，你先去忙你的，我要去看我货。好。没事，都恢复差不多了。今天不影响做图吧？不影响。那我就放心。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了？看你啊。阿云，你腿上还有钉吗？我这抄不下了，完全盖不住，我还差点脑积血。你就是猪脑子，买大裤衩的时候让你买长点，你非要搞个两分裤，现在断了吧。哎，子成，那小抄在哪儿呢？哎，那小抄在哪儿？明天第一科就考这个，您不着急啊？心坎里。来，咬着点儿。我倒要看看你的心坎里到底有什么。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看看。福利来了，别太感谢。哇，黑科技啊！感谢黑科技。感谢泰伦，感谢毕生，感谢二叔门口打印店赵大姐，耶！太好了！哎哎哎哎，复印的时候给我留一份啊！我决定了，
我要让更多人听见我梦想的声音，带他们走得更远，就像我这歌声里传达的一样。看你们这点出息，抄什么抄呀？你学不会那就学不会，成人笨怎么了啊？曹大圣，你的脑袋是被灯泡给加持了吗？怎么突然就有光环了？好像你没有抄过一样。那是以前。你们有那种被梦想刷一下掠过的那种撩拨感吗？那种被指引的召唤。我觉得我是被历史选中的。好好感受，从杜绝小抄开始，要不然我怎么带你们走进世界，走进梦想啊啊！一个个的，让人操心。又买奶茶、啊？你不怕胖啊？不怕，那给你。谢谢。谢谢男友。说什么呢？谁是你男友？你呀、啊，大难不死的男友。我可不想当你男友，什么百里写书。甭管在哪儿，我就是跟某人学什么样的话。走吧，我们去那儿看看吧。去那儿看什么呀？那边。看什么呀？看大树，走，扶我。哎，轻点，轻点啊，轻点，这个疼，疼疼疼疼疼，轻点，轻点，疼疼疼疼，轻点，哎，真的疼，轻点啊。知道了。逗你玩呢，没那么疼。我碰到我了，疼疼疼！啊，快帮我揉一下，揉一下。啊，我帮你揉一下，我帮你揉一下，容易些了。闹。哎，老师，老同学们，今天是开卷考试的，时间是100分钟，请同学们开始吧。秦总，要不咱们先开始吧。我估计吴设计师恐怕来不了了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暂时调整下时间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来晚了。云志哥，坐这儿。那你说他怎么来了啊？
会议之前，我先宣布一下我接手公司之后新的人事变动。吴云哲以后作为我们设计事务部的设计总监。以后有关设计建筑方面的业务由吴总监全权代理。什么？吴总监？吴设计总监？什么？王工继续作为工程部主管。希望大家互相配合。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找我。下面我说一下我们公司之后的业务方向调整。小婉，你不能这样做，这不是小孩过家家。你看其他同事怎么看？什么怎么看？我没耍小孩子脾气啊。再说了，我就是觉得你合适。你昨天怎么说的？我以为就是工作，你这明明就……明明什么？明明就是胡闹。不是，我现在哪能当总监？原来范总管的挺好的。好吗？你对自己也太没自信了吧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做更多更好自己喜欢的建筑啊。对啊，所以呢，我要做的呢就是完成你喜欢做的事情。小婉，你太草率了，这不合适，公司不光我自己，还有那么多人看着呢。啊，那我也可以让公司光是你。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我听。小婉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我没开玩笑啊。我做什么是我的决定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我要做的呢，就是完成你想做的。既然你一直躲着我，那我就永远是你的上司。还有，以后在公司不要叫我小婉，叫我秦总哦。那。拿好你的新工牌，吴总监。拜托啦，努力工作，吴总监。阿云，你从哪儿得的消息啊？啊，弄这么一大堆破玩意儿。胖哥，可以啊，全都做完了，是不是开窑灶来着？没有，我舍不得做。我跟你一秒不吹牛都难受。大不了重考呗，重考不行就复读，就剩一年了，反正我也不想那么早毕业。大学复读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们是不知道。社会老残酷。不行了，嗯，太累了，我也不行了。今天谁替你班啊？嗯，露露呀。露露真是个战士。今天几号？10号，还有3天。天哪！God， 哎，加油！哎，走吧，走，让我再休息会儿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真应该召唤你的独臂大侠。别胡说，讨厌！快放上来，放这儿。哎呦，走吧。1、2、3，哎，等会儿，走。慢点儿，哎。
请进。经理，您找我。啊，坐。你这是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各位，我们分区现在打算推出一个新系列产品来拓展产品类型。这次产品的设计啊，不限种类，是一个自媒体作文。待诸位完成以后，我们再开会商讨该选择哪种设计方案。啊，是完全没有限制啊？是的，现在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对于我们产品的创意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，所以我们要做到推陈出新、定位准确这八个字。那实现是多久呢？最多十天吧。十天之内我们会拿出一个设计方案，到时候大家再讨论一下。十天自命题设计，时间是不是有点紧啊？确实，但是我们是要走在市场前面的。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引领市场，而不是去追赶市场的脚步。所以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一下，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那好，各位，我期待你们的好消息。好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说坤儿哥，你也太不靠谱了！你之前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这儿看，这校花这事儿才几天呀？现在别说校花了，连宿管阿姨都不来，还丢人现眼，跟你去敬老院扭屁股。人呢？着什么急？胖哥，我快热死了，能把空调开一下吗？这，你自己出去跑一圈去。啊？跑起来就有风了呀！哎，还冷气比前任的心都凉，我看你这儿呀，比雷锋的心肠都热。得，我们呢，去图书馆蹭空调，走。哎，怎么一点都沉不住气呢？等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品质，你们怎么知道奇迹不出现在下一刻啊？请问欢子哥在吗？萌萌，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走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萌萌 ，Hello， 范子哥。萌萌，范子哥，是欢哥，不是欢子哥。哦，欢哥。你们几个不是要走了吗？没有啊，谁说的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干活，干活，干活。挺好的，我们还要帮欢哥照顾顾客呢。不热了？热吗？心静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不要惹他哭。来，你坐这儿啊。欢哥，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没问题，没听过我的名声吗？有求必应，欢哥。哇，真好。我想让你做我男朋友。不行，这怎么行啊？那个是假的男朋友。假的也不行啊。假的，咱俩不合适啊。你上次那件衣服，我赔你一件，不好意思。不是衣服的事情。是有个二次元男粉丝，他总是追我，可烦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有男朋友，可是他不相信啊，还总是到我宿舍楼下等我。弄得我都不敢下楼了。这个，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，所以我才请你帮忙嘛。那，你看，你都帮过林墨，帮过畅畅，那我……这个吧，萌萌，我来，你看我行吗？也……算了吧，还是我来吧，萌萌。我来，欢子哥，你真好。笑什么笑？
李默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啊，好。李默，你先把手头的工作尽快的完成。我们刚接了几家酒店的客房一次性用品的供应，你先从价格跟质量方面选几家合适的供应商，然后再去跟他们谈谈价格，之后你再去酒店去跟他们沟通一下，就是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意思。对了，多选几家，然后以备用。嗯，好。嗯，辛苦。这就是你说的男朋友？嗯，是我。怎么了，兄弟？你不配。你骗我。我没有骗你。你每次的 cos 比赛我都有去看过，你每一个形象我都留着手办。为了看你，我把生活费都买了火车票。我那么喜欢你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萌萌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。同学，我家萌萌都说了不认识。做粉丝就好好做粉丝，死缠烂打就不要了吧，这么老土。他瘦得跟个小鸡仔一样的，一点也不 man。 man 不 man 的不是给你看的，你这叫骚扰，你懂吗？你再不走我报警了啊。一个大老爷们天天缠着人家小姑娘，儿女情长了，你算什么出息？你对得起你父母的期盼吗？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人家都说了不认识你，你这就是没出息。干嘛？你欺骗我的，我再也不分你的 cos 了。我，体验呀，是我们最为注重的。您亲身呀感受一下，就知道我们的产品好不好了。这是我们寰宇最新款的产品——皂液盒和毛巾。这皂液盒呀，是全新的环保材料打造。这易损件也做了全新的处理，还有毛巾呀，也用的是精梳棉，棉布密，柔软坚实啊。相较于其他的毛巾啊，咱们的精梳棉啊，一洗一干，吸湿性好，排湿吸汗。林总，您看您都需要些什么，要多少，我给你安排。别，您叫我小林就好了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天过来呢，就是先来考察一下。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，到时候我会再跟您联系的。哎，林总，您看现在都到饭点了，要不咱先去吃饭？这产品的事儿，咱以后您再过来看。不用了，我等下还有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先谢谢你啊。哎，林总，要不吃完饭再走吧？真的不用了。哎，吃个饭呗。真的不用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次小婉姐肯定得回来。不过秦婉姐这次回来变得漂亮了好多，到底是什么魔力呢？你这就不会说话了。什么叫变漂亮了呀？小婉本来就很好看，好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小婉姐天生丽质，始终美。来来，小婉姐，帮我拍张照啊。耶。我给我宿舍的人看看，他们始终不相信我这有美女。其实啊，就是他们命不强。哎，畅畅到哪儿了？哎，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应该进学校了。快到了吧？不好意思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来晚了。没办法，我们店啊最近开工节，特忙。畅哥，你要是再来晚点。我这火锅都煮成锅巴了，煮成锅巴我也爱吃啊。我得说说你啊，你回来这么长时间，都不跟我们说一声，还结过盟的呢，无情。结盟？是我的风格。来来来，快跟我说说啥结盟。没你事，没你事，乖啊。畅畅，我回来的时候忙了点其他的事儿，所以就不用说，我明白。我还不懂你那点小心思，嗯？哎呀，动没动筷子啊？是在等我吗？是啊。对啊。开了好长时间了。对啊。哎，等会儿，欢迎秦婉回家。来来来，谢谢。干杯。
别学。云哲哥，你学我这样。就是吓人，还有憋气很管用的。云哲哥，是不是我不够恐怖呀？小婉，我明天想请假。这两天得回学校忙毕业的事，篮球队和学生会都有事要交接，毕业典礼也快要开始了。就要离开这儿了。好啊，准了，但是我也要去。啊？你就别来了吧。吴云哲。啊！以后你的每个时刻我都要在，包括毕业。哎，好像不打嗝了。再慢一点点，因为还没看够你那张爱笑的脸。转角若能再见，带着笑意释放从前。落单的秘密如回忆自掌心底，再见两个字说得若隐若现，如何阻止破碎的语言？明天的明天，也许我们会微笑着表演，稚嫩的容颜也有一个成熟的极限。一起哭过笑过闹过的礼拜天，被尘封在照片，安排的冒险，像我和你初次见面时听歌的语言，心跳洒落你我平静的那一面，还来不及遮掩，却小心翼翼。